神是黑人头目，面具之后他的真实身份仍然是谜。夜游神善使叶家公户，会使用剑、枪两种兵器，以及对应的绝学，战斗方式多变，节奏就像乱箭，切不可轻敌。当夜游神血量下降到一定阶段后，更要注意躲避他紫色霸体的终结技。天机骸是陆漫天倾尽全力研究出的重型机械，不仅如蝎子一般硬，更具有飞虫一般的破坏力。它的挥砍与扫尾攻击范围巨大，玩家需要利用闪避的无敌针躲避。在距离较远时，它会采用冲锋或者毒炮进行攻击，招式多样。二阶段更会拥有超大范围的毒液扫射技能，对玩家是巨大的威胁。